天，然后还有那么多媒体。真的，我今天本来想说是一个小小的活动，没想到哇，这么多记者朋友，真的，求证的人员很好。对啊。你说我吗？我跟你说，他刚刚本来我身上这一件外套，他还要披在身上。没有，我是要带来见你，好不好？要不然我就直接脱了，我就直接可以。对，他本来更保守，就是不用有这件罩衫，但是因为我的外套已经解码，对，所以我就只好就是依然就是穿成这样，因为我想说等一下是那个夜店感。就是想可以荧光一点，然后让大家看着旁边穿的感觉，因为就是一根荧光棒啊，看一下他的袜子，整身都是荧光色，真的。对啊，还是是有被规定吗？也是有人会生气吗？是的，是谁会生气呢？这个飞有人会吃醋吗？我那天出门的时候，他是有问一下说，你确定你要直接单穿吗？大家都直接单穿吗？他很在意，就是晨曦的每一天出去的穿搭，他会。你要谁？他是在意是整体的搭配，就是希望是就是不要像出去很像路人或者去买菜，然后便利商店买个东西这样。那他有特地跟你讲说，你今天穿这样出去作为交换条件，你回家要穿什么样子款式，以及你来好好的为他受惊喜吗？有没有特别指明？没有吗？就是这他非常他其实很少，他其实没有，他其实平常不喜欢粉色的，但是这一套粉色的他特别喜欢，就是觉得身形穿起来就是感觉是他喜欢的，会有一点点集中啊，就是蛮集中，而且就会有点遐想的感觉，然后又很紧的包裤，很舒服，因为他这个泳衣是可以直接当内衣穿，是，所以我们其实试一下，就是有的时候就套一件这一件衣服就直接。就是像这样可以当内衣穿的泳衣就直接出门。他其实很讨厌，就是女生，他就常会觉得说，哎，你们可不可以不要这么做作，然后就一直挤那个胸部，然后拍照这样。就是自然的，是自然的。他很喜欢自然的，可是这一件是我穿上去，他就说，哎，你没有特别去，就是一直挤，然后他就自然会有一条勾形成，对，所以他就觉得哇，很厉害的泳衣。暴露效果非常显著的一款。其实你自己穿泳衣穿久了，你就会知道，就是有一些你真的你要一直把旁边后背的肉，然后往前挤，那一条线才会很深。对，但是这件泳衣，你就是好像它的勾是会自然成型，而且即便你的 cup 没有到非常大，然后非常丰满，哎，看它就知道。对，因为刚刚摄影大哥有一直说，哎，头发是不是遮住？但是。其实我本人因为上围不是非常的丰满，所以我是不敢单穿比基尼出门的女生。我从小到大就是上围不丰满，就是会觉得说不够。可是熊熊这一件是唯一一个我愿意穿出门，然后可以在大家面前亮相的。但还是有点害羞，所以才没有整个就是前方。但是我觉得这件内衣很舒服，泳衣啦，泳衣很舒服。感觉这个联名计划和这个 Olaso 蛮棒的。那我们目前媒体联访就先到这个部分，我们还有下一期的摄影大哥。好，这边。来，中间下面，这边。来，关天左这边。好，这里。好，制左边。这边。来右边，来中间 B 右这边，好这边，这一次，来左边，进来，右边进来，来整个面转过来，看他这个地方呢。好，再说一件，再说一件。然后拍妹子，对，笑的时候，虽然说平常都不去的。